可以。你说我现在伸一只手过去，我只有一只手，他都知道说啊，这是一个人，有没有？他就是，无人机找人怎么找？我们那个专栏是这样子的，收集起来，然后我们回来的时候就看照片跟地点。好，然后它其实很准哦，手机也可以啊，我确定这个。这边其实我们那个我们在里面还玩了一个哈。